女人砍掉一条腿拿来做蜡烛，十几年来依然保存的完好无缺。为了把脚保存得更好，脚砍下来后就需要放在厨房的火上熏烤，整个过程需要烤上四五年之久。这是越南农族少数民族的一种习俗，凡是身上残缺掉的部位都会以这种方式来保存起来，直到老人过世后再一起埋掉，这样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。外表看着像是枯烂的树枝，但里面却还是完好的。男人靠近仔细闻了一下，还能闻到一股熏烤的肉香味，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说不上来。男人好奇地问一下主人，这肉能不能吃？主人只同意给他一小点尝尝，对于这种稀缺的食物也是求之不得的。他只尝了一小口，便深深地爱上了这种味道。他表示要带回家去慢慢品尝，有的完全干透后把脚清洗干净，用布包起来放在箱子底下，这也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压箱底干货，若有外人来想看才把它取出来。女人把它当成宝贝一样包得严严实实。由于她现在缺了一条腿，现在也只因依靠板凳走路，当女人把布解开后，现在整条腿的纹路也是清晰可见。她这条腿到至今已经保存了26年，当初她是因为发生意外导致这条腿彻底废掉，要是去医院就得花昂贵的医疗费，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说根本负担不起，于是便把这条腿给砍下来保存，每当想念的时候也会拿出来看看，想想自己的腿一直都在，也算是给自己的一种安慰，这条腿也会一直保留到他死去。而这个男人同样也是残缺了一条腿，但他的还一直放在房梁上挂着，还没到封存起来的时候，也还有把手砍下来做熏烤的。由于熏烤年久的原因，整只手已经变得跟焦炭一样，但是走到屋里都能闻到腊肉的味道，也同样可以取下一小点来尝试，但常年存放的熏肉实在太香了，吃一口后还想吃第二口，但主人可不会这么大方，毕竟以后这只手是要跟自己一起埋的。每当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准备好小木屋，死去后就会放进里面一起埋掉，这样的习俗也已经传承了几百年，早已把这种事当作习以为常。这样的腊肉你想来上一口吗？